假如说有几啊，哦，你就稍微画一下，你要半入目哦，你要特别注意。那用神在哪宫位？用神在坎宫啊。那平台跟用神的关系是什么？平台生用神。好，那平台跟年命呢？哇，它是克。哦，那用神跟年命呢？冲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论好不好？用神跟年命在这里对冲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平台有没有生用神？有，这是好。那平台跟年命之间的关系好不好？我火去克代表什么？要辛苦，因为我克就代表辛苦嘛。那你看他旺啊，他旺不旺？不旺啊。不忘去克，克得动吗？克不动，所以这个其实已经也是不好的。那问工作，那这个工作整个总结，他如果问能不能应征得上吗？应征不上。那如果他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，那怎么布局？好，第一个平台，第二个用神，第三个泥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先找第一个哦，第一个平台在这里。那往用神找，需不需要通关？不需要，所以是第二个宫位。好，那第三个用神跟泥命的宫位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交克嘛？那是不是需要一个通关的？所以需要木通关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两个宫位，我要选哪一个？第一个，你看现在是什么月？酉月。好，月破，所以这个不考虑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考虑这一个。但是这个平台有没有受到冲克？有。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他可以贪生旺克嘛？哦，相对就算他有克也可以减分。可是月破月令是不会因为贪生这样子就月破就不存在了，所以这两个宫位我会选谁？选巽宫哦。那第四个。一定是自己的宫位，因为自己空亡休囚无力嘛。哦，就是空亡就代表自己没信心，你去应征也没信心，或你现在做事情也没信心，提不起劲。哦，对，如果那布局的顺序就这样，那好，那布局常常会很多人在问，第一个顺序，第二个时间，时间就是用神宫的时间，用神宫在坎宫，对不对？坎宫自己藏的地支是什么？子。那它对面的宫位是什么？午。所以用神宫的时间，第一个用子时，那第二个用午时，但是子日最好。那如果用哪一天？好，当然是用子日的子时或午日的子时。啊，如果午时，当然就是用一样午日的午时或子日的午时嘛，哦，就这种概念的，哦，这样相对就比较单纯一点的，哦，这是基本法。那另外一个是我可以用通关的时间点，我用通关的就用巳时，哦，因为或者是用辰时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通关的时间点都是来生我的时间嘛，哦，那巳时跟辰时我要怎么用？记得吗？阳选阳，阴选阴，丙是阳还是阴？阳，所以辰是哪个是阳？辰，所以我会选辰。而且辰跟坎宫有什么关系？生子辰，哦，半人的力量。
也可以，哦啊，但是这个是进阶的用法了哦。但是最基本的，我一直强调说，我们先把基本法用好，就是黄色这一格就用它的时间就好，用子时或午时，因为本宫对宫都可以用，本宫叫做田呐、啊，对面叫做冲啊，所以常常听到有一句话叫“择日时非冲即田”，不是用自己的时间，就用对面宫位的时间。哦，是这样来的。OK，哦，所以这布局的方式就这样。好，那我布局要怎么摆放东西？布局我一直强调，所有的宫位要有相同的符号或相同的布局物品。那最简单就用乙丙丁。哦，所以你看这边乙跟丁，想一下，这乙可不可以用？不行用，所以。每个宫位要有相同的符号，就要有什么？都要有丁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第一个填进来。那你这边可不可以加乙？这边可以加乙，可以啊，因为这边乙在这边没有事啊。那坎宫可不可以加乙？可以。那这是用乙丁其实就可以解了哦。那我有没有可能再布什么样的符号？再加上传统法，什么是传统法？死门员工在哪里？修身、伤、度、景、死、死门、员工在这里，所以程序所谓不用，所以用身嘛，所以死门带了一个身，我可以用什么符号去合掉死门门破的身？地支六合嘛，所以我可以用巳去合身，所以可以用乙丁巳，所以记得坎宫的懒人包是什么吗？乙丁，啊不是。亥巳，哦，所以一个是合死门门破，一个是合生门门破，但是这边有没有生门门破？没有啊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，可以用乙丁巳就可以。但是你如果要加亥上去，可不可以？这要综合维他命，作用不大，但是对你的。运用的部分，你就可以比较轻松。我就不管，我只要看到坎宫，我就是用这四个字塞进去就对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称为懒人包。懒人包就是按图施工，保证成功。所以你看这边乙丁巳亥，但是天蓬可加可不加。那有人担心说，哦，我会不会有那个巳在这里会有火跟水交战的问题？那没关系，你在这边加个绿色的东西，或加个木的元素就可以通关了。哦，这个就是这样来的。啊，这个一样啊。这边怕会有什么？这边有那个火，哦啊，有火，但是这边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。因为担心会有木土哦，没有，火克金嘛，哦啊，水克火嘛，也没有啊，所以这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去用通关的那种概念哦，啊，其实也不用去担心这个，这个只是你如果担心的话，再加这个元素就好。哦，一样的，如果刚刚布局是一。二、三、四嘛，你就可以直接取用，在子日、子时，按照这样的顺序布这一张纸，第二张纸、第三张纸、第四张纸就好了。但是你如果是职业老师，你觉得贴张纸或用，好像感觉比较草率，哦，让人家觉得草率，你就可以加什么？在运用符，哦，因为符你就是把这些字全部换成符，那甚至你要做一些长期的布局哦，你觉得你丁你就可以放尖形的哦，或者是放那个这好像樱桃那种虎头铃哦，或者铃铛，或者是有的要放比较稀。
那个什么，瑞士的那个牛宁，哦，那个是他们有畜牧业嘛，很发达，所以他们会在牛上面挂那个大铃铛，他们把那个当成什么幸运物，哦，那所以他也可以布局，那都是兵的意涵。那当然，你这个事你就不建议去布设哦，你可以用其他的元素等等哦，这个其实可以去做自由的运用。那当然还有一种布局法是什么？我就不是这样去看哦，我用这个这个，我就用这样子的布局，福人。丙，天柱，哦，这个福是龙嘛，或高档的嘛，柱是柱状的嘛，人是水晶，丙是红色或圆形的，那你就可以用什么？用水晶柱加上有龙的，刻上龙或上面有龙元素的，哦，或者是高档的柱状的水晶柱，红色的，这样。去当这象意，好的符号象意放进去，但是死门就不要放进去，哦，去布局这样可以，啊，但是这个死门的四害也要解哦，那就回到那个，你可以用乙丁，或者是用什么，用那个四，去解掉它的那个死门破，啊，剩下这个你看不到的元素都是用乙丁。看不到你自己的年命，你当然这五你可以用五啊，放一只马上来，让自己这个空王填实了，充空了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简单的乙丁法都可以，哦，这是简单的用法。哦，这是因为他工作的问题啊，所以这种方式，哦，不管你是要求职，哦，还是保有的工作啊，这个工作一定是什么？你看，人丙相逢。是非多哦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人己相逢，斗官场，所以你遇到人己跟人丙哦，上下对调也是哦，这通常都要特别注意，就是明争暗斗哦。那死门破也是一样哦，门破都代表失了人和，对啊。这个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哦，就是交代说，好，那布局我的顺序要如何做跟我怎么样去运用布局的物品，啊，包括你刚用，如果说哎，对，假如啊，说我要布乙丁，这乙你假如说用葫芦好了，你不用再去拘泥数量，不要去拘泥颜色。不要去拘泥材质，如果要颜色哦，就回到这个宫位的五行是什么颜色就用什么。如果要拘泥到数量，这个宫位的数，例如说是三六九，对不对？你就用三个，用六个，或用九个。哦，那你如果用它的本位就是六八嘛，哦，这是六，所以摆六个葫芦。但是又摆太多了，好，所以摆一个就可以，一个是奇数啦。先求有，再求好，好就是要符合那个数量，那大小就是要适当就好了。哦，这个，那还有再一种状况是，紧急的事情由不得你去买这些东西，所以大家记得掌上乾坤的布局法，哦，就是用九宫格，掌上九宫格的布局法。哦，或阶段性的，很快的，哦，那种可以善用，哦，我们后面也会用这样的案例，这就是布局的顺序，一定是要起于平台，终于年命，用神功的时间，哦，就这两句话，顺序起于平台，终于年命，时间用神功的时间，哦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下继续。再问问官司哦。
哦，就是他原本前一天问一个事情，就是学校的事情，然后他说，他先解决要问他弟的事情，因为他之前略有耳闻，他说因被法务带走，要先他占卜，那卜都字都打错，我前面都没开盘，就先叫他去做一个动作。去买6个铜杯，买粗盐，买乌醋。铜杯就是找这种铜杯哦。那六个就是要放在这3个地方。第一个是大门的玄关，内玄关哦，大门内。哦，第二个是厨房，第三个是厕所。那厕所现在大家有的房型都会有什么？就房间主卧还有个套房。那最假如你那个关系人他是住在主卧的，里面也有厕所的话，你这个厕所要乘以二。如果没有，家里只有一间共用的厕所，那当然就只有这3个地方。或者他是睡次卧里面没有厕所，那就不用再加。假如说他连次卧也有厕所啊，厕所就是要再加一间，就要准备8个。那怎么使用？故要请他买6个铜杯，顾名思义就是这3个地方，每个地方各2个铜杯，一个装粗盐，一个装黑醋，哦，都是7分到8分嘛。放了不用择日择时，放了就不要动，但是要换。就是你的粗盐要换倒掉，再放新的；乌醋、黑醋要倒掉，再换新的。什么时间点换？勤的话，每天就是刚有官司的时候，勤的话，那一个礼拜每天换。过后3天或到5天或1个礼拜换一次。哦，3天、5天、7天换一次。那看你事情的严重程度，换得勤，勤不勤就看个人。OK，好，那平常可不可以放？可以。平常像我家里平常这3个地方也都有放，但是我只放3个铜杯。就是大门玄关后1个铜杯，厨房这个。还有厕所放在马桶后的角落哦，的角落。那厨房是离灶越近越好的角落。那大门当然就是玄关内嘛，哦，内门玄关内。那有一个重点是，第一个这铜的没有铜的用什么？用那个陶瓷的哦，陶瓷的。那你要放在，一定要接地，哦，一定要接地。那你不要说，哎，我弄怕脏哦，弄个地垫，弄个什么垫子，塑胶的，就要让它接地了哦，一定要接地了哦，不要说再，不用不用不要，尽量接地。因为它要留下它的跟地气的衔接，哎，冲水，就是要接地，哦，在地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哦，不要画蛇添足，啊，我平常就是在这3个位置放，只放粗盐，哦，不用那个黑醋，黑醋什么时候用？有人一直来找我麻烦。或者是惹上官司诉讼的时候再放上去，你犯口舌的时候，跟被小人扯后腿找麻烦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加黑醋。哦，那你平常就不用加黑醋。哦，那还有你，其实你去看嘛，这个有一个用法是哦，你用碟子，有的是用小碟子，陶瓷的碟子，哦，然后用粗盐，哦，一样粗盐。啊，有人粗盐会用煎制型的，那其实没关系，不用。直接用铜杯就好了，放在哪里？
放在你营业场所大门的。